可能你们睡得好不好？谁睡得好不好？哎，睡得着吗？睡得着吗？不过今天我保证你今天晚上绝对睡得很好。昨天是睡得不好，因为你晚了一小时，我看看。今天晚上你不睡。听我讲，我很有经验，因为我已经连续十次做副歌在这里。那我头一天都很难睡得着，但是今天第二天就会睡得很好，然后第三天就会想说能够不能够在这里继续睡下去。大家早安。早安。昨天晚上不知道这个各位睡得好不好？还可以，因为我们这里比较没有冷气啊，我们用电风扇什么的。其实这个是，这个又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健康的。今天讨论一些什么，跟这个大学生不一样。早上一大早谈这个话题。美国与台湾大学生的异同。我刚来台湾的时候，35年前，我想我很适合谈这个话题。现在35年后，这个美国大学生、台湾大学生，很多我很久没有接触到，所以当然有些我不了解。不过我从旁边呢、我有朋友也是担任老师，还有其他人接触到。很多那个现在高中大学生，所以我从这里我听到一些，最近我儿子去一个软体公司做事，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跟我太太是台中县人，我们在以前在国宾饭店。一个鸡尾酒会是那个观光局办的鸡尾酒会，我们在那边认识张明。我跟我太太就是可能比较用那个美国式教育，就是那个比较培养小孩子的那个兴趣啊，比较重视他的兴趣。我们从小哈、我们没有逼功课。甚至于你如果问我们他考第几名，我们都不太知道。我们不是很重视这个，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学。当然呢，功课要不要做，我们只希望他做，但是他做到他的那个程度，我绝对不争什么第几名。这样美式教育在台湾去用，他到了4、5年级已经没有朋友。因为每个人在补习，晚上他可能要跟
同学讨论什么？讨论什么？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每一个要去补习数学，补习国文，补习这个。啊，这个是美式教育的后果。再来，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就我碰过一个外国人，他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你有个儿子，他现在读什么学校？我说我们从幼稚园就把他送到普通的这个台湾学校。他说好，你这样可以。但是他说，他那个人来了很久，他说我告诉你，他的 DNA 有那个美国成分，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他哪一天，他就会回到家就说：“我不要上学，我不喜欢老师的教法，我不喜欢那种课程。”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结果到了差不多五年级，他就会觉得说：“我不喜欢老师这样教，我不要。”老师那样的课程内容我不需要，不需要。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就提早在他。二三四年级的时候，因为他拿美国护照，所以我们提早就台北南港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啊，他是全英文课程，我们就有时候会带他去那边参观他们，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感恩节活动，比如说圣诞节晚会，我们就带他去慢慢习惯那个环境。所以等到五年级他。我们小学自己说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只好干脆我们就改美国系统啊，就是直接去那个恩慈美国学校啊，我们去过很多次，对不对？你记得？我记得。啊，那边好不好？还好，因为他们是校长啊，其他同学他参加很多活动嘛。所以他不会说马上抗拒哈，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要重视那个情绪的那个那一层面。他说好，那我们就报名，那边也有美国护照也可以报名。结果报名以后，他从第一天就是全面中文教学，在家里我跟我太太讲华语，我太太会日语跟台语，但是我会英文，但是家里我们这些很少讲。都是讲这个华语，所以我们从今天他华语结束，明天他就开始全面英文课程。一个礼拜以后，太太问他说：“那、你整天坐在那个教室，老师讲英文，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压力？”他回到我太太说：“没有压力。”太太说：“哎，奇怪，你英文有什么好啊？”啊，为什么没有压力？他说听不懂有什么压力啊？所以你看他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所有这个课程，但是他五年级读到九年级，在那个全美语的那个环境，而且那些老师都是土生土长的，现在他的英文是非常好的。那我那个时候早年，我自己，因为我觉得那个所谓外籍配偶在台湾受到早年，我觉得受到很多不公平教育，所以我组织很多，我组织很多人，我们就做那个外籍配偶协会，对，我们没有登记或什么，我们就是随便这个一个友谊性质的，我们就有一些法，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就那个时候就跑立法院，我就认识很多立委。我们就在讲，外籍配偶应该这样，外籍配偶应该那样。好，现在隔了十年，我以前认识那些立委，现在都是什么大事业的董事长啊，都是这些。所以有一个是台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软体公司啊，所以他们说，你儿子为什么不来我们那个公司来上班？我说对，他英文很好，可以去。他说那叫他来找我。我每天应征这么多，但是他说确实我需要一个英文很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那个这几个部门英文很好的非常少，有时候连接电话都有困难。我们要处理很多英文文件，我们连这个有的读到硕士博士回来，他英文好不到哪里去。
那 我儿子是接近 native speaker 的人，所以 而且他讲话没有腔调，他没有腔调，非常非常自然。我去过些学校，他的那个什么回来的什么留美博士，他的英文我听得很吃力，时态、性别什么 ，my mother 叭叭叭叭 ，he 怎么样怎么样，我听不懂，对不对？我儿子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从小我们给他这种不同的教育，所以这个作为我这一部分演讲的一个介绍，也是一个开场吧，也是可以。后来儿子就读到九年级，他就说他不要读了，我们带他去美国看，带他去看参观好几个高中。他就参观那个高中，我想跟那些人、跟学生就，他们也让他上课，坐在教室里面跟其他的同学有小组讨论，有看老师怎么样上课，什么都有。当然跟他因此美国学校不会说差得太远，但他回来以后，他就说我不要去了。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美国人在台湾，我当然要学武术啊。他就觉得这个武术给他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就是很害怕说，你今天学武术，你下个礼拜会不会有不同意见？有没有？就是那个所谓三分钟热度，我们很怕这个。他说他要学，那妈妈就说好，所以让他学，不过噼里啪啦五年，他一直在练，不简单，我看我。什么事情学了？除了语文以外，我什么事情投入五年，很非常的投入，有没有？也不多嘛。所以他这样很不错。然后他又当然接触到一些这个所谓直销公司，他在卖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做了这么多年，那现在我们就教他说，那你有一个机会去这个软体公司上班，你也可以发挥你的英文能力。所以现在在试试。适应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在公司当然都是这个本地人，所以他是在那里，而且我们跟他讲，这个台湾人这个面子问题，对不对？这个博士在那里讲英文，错误 PowerPoint 嘛，他错误很多，你当场还是不要讲，要跟他讲这个。连他跟你说，那。我们讲这个，那按荣，我儿子叫按荣。你如果看到问题，你就讲。这个时候绝对不要讲，对不对？在大家面前不要提。Maybe 以后试下你跟那个人讲。我们跟儿子讲很多适应环境，很多这个东西，跟他讲很多这个。OK， 所以现在，进入一点正题，他那个公司就前几个礼拜他们。有海外的团体来参观，来了一大批的那个什么中美洲的，也很多学生嘛，结果他们做简报啊，公司的人做简报，他也做一部分简报，然后接下来就是问，就快到吃饭的时候，就说有没有问题，结果那个中美洲的，他们问问题问两个小时。如果现在是五点半，我如果是台湾的学生说有没有问题，那可能5:35就一定结束了。他们五点半到七点半都还不能去吃饭，因为学生还是非常热烈的问问题，而且问很深入的问题。所以，我儿子就回来，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样，台湾的教育不行，你看那个外国学生他们是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就非常勇敢的去问问题，然后发觉他不知道的地方，他要你去解释。所以长期上，当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些学生，就是不会说这么勇敢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那这个在美国，甚至于说，我像那个大学老师在看你这个学期。到底提出
多少个疑问，他很可能在看这个。那你完全没有提出疑问 ，maybe 这个会影响你的成绩啊。因为有时候你的成绩刚好是，如果你的成绩很好 ，B 加到 A 减之间，对不对？那成绩单其实就写 B 跟 A， 老师的记录上，所以你是 B 加，而且很高的 B 加 ，B plus， 那是 B plus 还是 B？ 那他要不要给你过那个 A？ 这个有时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他会看你参加课程多少。所以我们在美国上课，我们如果同学时间很好，我们甚至会安排，对不对？我们甚至会安排，就说，哎，最近写完问题比较好了。那今天老师讲到哪里的时候，那你某某，你先开始，你先问一个问题，说，哎，你就说，哎，前几天同学跟我讲这样，那我就说，哎，老师可不可以回答？或是我们请这个同学在听，就是等于 pass 嘛，好像篮球一样，对不对？篮球把它 pass 过来 ，pass 过去。给其他的学生一些帮忙，对不对？让他能够在大家面前问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一个很和善的一个方式，同学之间可以彼此合作。我记得在很多我们在美国上课的时候，老师有的课程他就说，课本的东西，除非你有问题，我都不会特别讲解。我讲解的是额外的或是补充的，所以就变成说，那个东西你自己看，你自己消化，对不对？台湾我还是听到很多学生就是说，老师就是把课本的东西就是重复念一次，这样好像就是说用意不大。我觉得说，是不是要老师要从别的角度，还有要从其他的，就是如何使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像我们以前，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授，他是教那个法律的，他每天来就是有一个笑话，而且他的笑话跟今天的课程有关系，是法律笑话。那我讲这样，后来两造争执，就是到底是这样子对呢，到底是那样对呢？他的笑话，他的法理都是非常的滑稽的，因为笑的就是错，但是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个问题，法官是这样判断。哇，他的课程爆满，人家说要把它拍下来，要卖，真的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拍下来卖。哇，真的很精彩。他就是说那个就是。稍稍有一个问题是，以前三十多年前，其实没有那个什么性骚扰的这个观念，对不对？所以他讲的笑话有时候会有一点颜色，有时候会有一点颜色，而且上法律课的人98%都是女性，所以有时候98%就是非女性嘛，都是男的，所以一两个女性在那里，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那些笑话我还记得一些，就是不适合去讲。所以这个是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这是我看到很大的不一样，整个他那个上课的那个方式，我觉得，而且我到台湾，我曾经前几年我去上个课，你知道吗？我太太要我去上个课，那我就从那个都是大学教授来教的，那个课程就是什么都是那个，什么公共工程委员会，他举办的就是你那个民间团体，你要投标，什么工程，或是你要投标什么案子，政府有那个网站啊，他比如说现在内政部可能。要印一个什么手册，他要印这样，多少页多少内容，那他必须让你投标嘛，他不能随便指定，因为那个金额超过什么30万，所以他就会把他的情形写在网络上。那你现在你如果是印刷厂，你可以投标，我说我可以做你这个多少钱，
啊，我们就学那个投标那个东西。啊，结果排十几堂课，给我的感觉，我们去上那个，我坦白说，我觉得很烂，非常烂，非常烂。我在美国上大学，我没有上过这么烂的课。为什么烂呢？第一，每天老师来一堂一堂，不同老师啊，不同老师每天来就是一些，他有分单元，十几个单元，然后每天来就是给你一些影本。今天我要讲解这个。那总结在哪里？有没有？你上这么多课，总结在哪里？没有啊。那你前两次上的课，你今天问他，他也不一定知道啊。没有连贯。我是觉得这个教授课程，我是觉得我。但是我必须说，我美国我不是上什么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上高中跟大学都是上一流的学校，所以有时候我太太说，你的要求太高了，你对什么事情批评的这么严厉，你就是太那个。但是我就是上这样的一个学校，我的高中在美国排名是前五名。我不骗你，我们是排前五名的，当然我们的大学也是起码排前十名，这个要看课程了。我们的商学院是排前几名的，就是那个报纸上常常出现那个什么 Trump， 那些房地产大亨在纽约，他也是我们那边毕业的。啊，我们高中，只要这个人的姓比较特殊，你有一个同学有那个姓。你问他，一定是他的亲戚。差不多，我问了很多次。我刚到学校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学长，因为我们校园很大嘛，非常大，有时候迷路啊。啊，他就变成一个学长来给你一些辅导，还有对不同的课你有什么疑问，或是老师的教法有什么疑问，你可以请教。结果我的那个学长，他叫沙克，他的姓沙克 ，Sock。哎，我说，哎，那。这个姓很少哎，那你跟那个沙克疫苗有没有关系？他说我爸爸，我们同学都是这种级的，所以你跟他讨论哦，他爸爸做这个是怎么样？哦，你脑子会打开很多哎。哦，你报纸上看到什么人很有名，什么做什么观念什么？你有一个同学有那个姓，你问他说，那我叔叔，我爸爸有什么？哦，很多。所以我们学校都是最有那个，所以我们的课程也是非常的严谨，而且就是他那个教授他整理的很好，他把所有的东西整理的很好，不是这样零零碎碎的，而且美国的书本身就是整理的很好，前面有目录，后面有所以 ，OK， 所以我如果要查一个观念。我要查一个观念啊，经济学，经济学有一些很多有关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益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就是边际效益会越来越低嘛，这个是经济学的一个观念。我要查这个，我到。那个，所以我就查 marginal utility， 这样都有。那他给你一沓这个影印本，那都是非常零散。我等到要学期末考的时候，我哪里去整理？那我觉得这个两个台湾跟美国这个观念很不一样。这美国的上。他教授是整理一套给你啊，啊，当然他认真教，但是这有一套东西给你啊，啊，这里我不知道我上这个课，我觉得非常的凌乱，我回来跟我太太讲，她不高兴，她说很多台湾的课程这样，我说我们宾州大学没有这样的课程，很多那个书厚厚的都是教授自己写的，他整理的很好，非常好。所以你就可以前后连贯，那
同样的，你这样教出来的学生的素质是不是会，是不是会有所差别？我觉得会有差别。所以我不知道，我没有去什么台大那些。我想有的课可能有整理比较好，有的课老师的资料有整理比较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如果我是教育部官员，我是觉得这个课不能上。你先整理出来，你再给学员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样，我不喜欢那个零零散散的，那个都是表示教授本身对这个东西没有把握。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在美国的大学，其实我高中也好，这个也是我很痛心。我儿子虽然从台湾的那个学校又读到国中，但是其实你问他，你说呢哪几个老师你比较喜欢？国小他说他不喜欢那些老师。我们当初觉得他国小有几个老师也不错，但是他说他的感觉不好。到了美国学校，他说他有几个老师，什么体育老师他也喜欢，还有另外有一个教英文文法的老师他也喜欢，有几个他喜欢，但是有几个他不喜欢。我在美国的经验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太太常常跟我争执的。那时候台湾不好，那时候我在高中，我在国中没有什么好老师。我说哇，你谈这个我是完全无法体会。我们高中的老师都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去上课。他每一个 point 可以讲得很清楚，课后你再请教他，他会跟你解释另一个角度。而我们的高中的教授每一个都是有体育专才的，他们学校有规定，除了上课你还要教体育，所以他每一个都是一个什么，以前是可能什么很有名大学的什么棒球队员，或是另外很多运动，有没有？你发觉他们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完整的人生，有没有发展出来？而且又有这个学识，没有？他大部分都有第二个语文或是第三个外国语文的那个能力的。我真的那些老师，我真的很佩服。当然美国的学校不是说我像台湾比较有这个鞠躬的文化，但是那些老师你私下你有机会跟他讨论，你真的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智慧的。我当初我是这样想，隔了40年你离开学校，maybe 你会从社会角度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你学生所需要的在那段时间的这种模范，那个完全他有做到。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的那个学校啊，它是民主的，我们高中是很民主的。我告诉你，它非常民主的。台湾，我太太有时候，我太太在东吴大学城区部，她也有课。那她有的时候讲到学校的一些事情，我听起来我觉得不是很民主的。啊，好像孙中山说学生没有人权，好像是军人学生那些没有人权，这个好像我不是完全可以同意。我们民主到什么程度？有那个学生，因为夏天就像这样很热，非常热。我们高中在麻州，哦，很热，所以比如说你来上课，老师如果每一个老师会体谅学生，我们那个时候要西装领带，我们高中是西装领带，所以老师就是说好，外套可以拿掉，对不对？那你就挂在椅子后面什么的。啊，有一个学生，因为他很热，他把整个背都把它剪掉，全部剪掉，完了没有穿内衣，他整个背黏掉。我们那时候是男校，他整个背都没有了。啊，老师一看，哎，你没有穿衬衫，他说我有穿衬衫。老师说这个不叫做衬衫，我说为什么？就这样啊，好了好了，先上课以后再说。所以老师把这个事件报上去那个
他们有个委员会，就是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啊，我们有一本书，就是学生规则。啊，他们就查那本书。哦，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很小，不到1000个学生，我们的高中。啊，后来他们就发布，他们初步处理这个案子。第一，那本书那个行为准则是蓝色皮，我们叫做 Blue Book。OK， 他的学校的 Blue Book， 它里面没有对衬衫没有定义啊，没有定义啊，所以表面上你说他违反穿衬衫，站不住啊，因为衬衫是什么没有定义啊，没有严格的定义，并不是说他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后来二查，没有，没事，没事。哦，我们学生都跟那个学长都很尊敬啊，哇，不简单，不简单就是民主啊，他就按照那个规定来做啊，那以后要不要改那个规定，那是他们去决定啊，他是校方啊，但是就是这个民主的方式你就看得到，他绝对不会说哦，因为对老师什么尊敬问题啊，什么那些空话，他不会这样，白纸黑字。他怎么写就怎么做 ，OK？ 你看我们的 Blue Book， 我们的行为里面，行为规则里面，学校是禁烟，不准抽烟，任何地方不准抽烟。下面有写例外，以下是例外情况，他就把例外写进去，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运动比赛，我们跟别的学校比赛，啊，如果你是出远门，他会租游览车嘛？如果出远门跟别的校比赛，然后赢的比赛，回来的游览车上可以抽烟，他写得很清楚，所以每个人去的时候都会藏起烟在自己身上，然后为自己的队伍 ，Yeah，Go，Go，Go， 啊，如果赢的回来就可以。来老师也会在车上，就可以在老师的面前就可以抽烟，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外，所以，我太太说这个在中国的哲学上说什么，网开一面，他不是全部把这个敌对的这个军队，他不是全部要给他封死，这样子他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反抗，你要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跑走，啊，这样的话他不会反抗这么厉害，这个是一种哲学，对不对？所以我们学生做到，我们学生做到这样情形，那我们住在那个宿舍，当然宿舍也是就变成我们学生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的房间你要怎么装潢或是。当然，主要就是贴一些海报还是干嘛，或是你要怎么样，那个都是你自己来决定，人家不会特别去干涉你。那几点到几点，就比如说读书时间啊，那个以外，那个时候电枪机什么的，如果你放比较大声，如果不是那个时间，他也不会管你。所以都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自由的时间。你可以做什么？你开放是什么时候？你限制是什么时候？他就写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自己的一些行为准则。然后我们学校还怎么样？一个学期你一个学期，他有规定，好像你可以翘课5次，就说早上我不舒服，但是我没有不舒服要去看医生，你有学校的校医。我没有这么不舒服，但是就是不舒服啊。OK， 一个学期给你5次，你可以翘课。哎，我们从公立学校来，用每间老师要点名或者某一个学生点名，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尊重个人的一个个别性，对不对？我今天我不想去，或是刚好我什么事情，我有别的重要的事情，或怎么样？他就给你尊重到这样子一个制度，他有设计这样一个制度。啊，台湾
你看我来台湾来说，这个大学生一个礼拜几十个小时的课，我们美国也没有这样子，一个礼拜才几个小时的课。啊，我不知道人家说台湾那个学校都是很多都是进去很难，但是毕业他说不见得很难。很多人告诉你，美国是刚好相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公平的制度，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你现在读到高三，我们叫十二年级，你突然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做医生，啊，台湾什么加一兵丁组，好像你没有这个权利，美国你100%有这个权利，你要读医生，你就到学校，你就说我要读医生啊，就开始读那个系啊。你跟得上 ，OK？ 你跟不上，你自己自动会转到别的系去了。美国就是这样，很自由的。我觉得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小比较好。然后你看台湾的，我以前在电视上我看过，他们有这个，好像是政大还是哪里是，好像是阿拉伯语文系啊，他请那个。那个一两个小姐去那个电视节目去接受访问，然后他们也有请几个阿拉伯人，他们在谈可能台湾跟阿拉伯之间的什么关系。结果他们也请这些女孩子讲一点阿拉伯文啊什么那些。其实我听起来，因为我开了英文补习班，我开始20年，我就看那个阿拉伯人的反应，但我自己就是凭感觉，我的感觉是这两个女孩子的阿拉伯文绝对不如我补习班第二期的学生的英文程度。OK， 我如果你可以了解这个比喻，因为为什么我们补习班我们设计出来一个自我介绍的，我们每一个学生，我们一共有17期、18期，可以读5、6年，我们每一个学生随时可以在大家的面前还要自我介绍。各位讲20分钟，自我介绍，英文是怎么样 ？Perfect，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讲得很详细。我爸爸做什么？我妈妈做什么？我最喜欢吃什么？我以前住哪里？我现在住哪里？然后我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各位滔滔不绝。我看那些女性没有这个程度。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这个优势。什么人家考试把它分配到什么东西？美国教育制度不是这样。我要读什么，我去读什么。你有没有看台湾？他那个制度，他是要保障一些老学者有饭吃的，不是为了学生，不是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你这样学出来的成绩有什么用吗？没有用，没有用。我反正我们接触到很多连英文系毕业的，那你看英文系，英文在世界上必定，你跑全世界，你到日本的海关，他先你是东方人的脸孔，他先跟你讲日语，没有反应，他讲什么阿拉伯文，他一定讲英语，所以英文在世界上比较流行，你常常会接触到啊。啊，这些我碰过很多台湾的学生，他的英文系4年级毕业，他讲话我也听不太懂，时态很多问题，不行。那你这样下去几年，那你说这个学生能接国际电话吗？我想还差得很远。那更何况阿拉伯文又是更冷僻，对不对？除非你有最大的兴趣要学那个。要不然是我是觉得让学生学他要学的，其他没有人读，就这个系就关掉了，不要了。台湾是一个小地方，你不需要培养这些，是对政府的心态还是那个大中华的那个心态有没有？他还没有搞清楚，他是在台湾一个小地方，然后要处理什么样的事务，还没有搞清楚，所以他还是有培养出。或是试着培养出很多人做一些，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前途的那个，而且是学生毕业，他去哪里找工作，他又做什么？这个是人家要考虑的，对不对？那既然就是很多人讲的，
教育单位他现在不负责你的出路啊，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权利来要求你读什么？这个不通哎、欸，这个在一个民主社会，这个是不通的，对不对？所以我太太后来去留日，她以前留日，为什么她会留日？就是，而且她有一个故事可以讲，很漂亮。她那个时候台湾人出国是很难的，没有观光的，然后去读书是要层层关卡。啊，结果后来，他日本的保证人是日本的宰相。哦，膝盖烧干这个人，他说这个是很偶然的一个情形，是他在饭店在做事，后来那个人跟一票人来，他就是一个国会议员，对不对？所以当然他们碰过一些问题在那个海关了、啊，然后我太太试着跟他们协调那个台湾的海关的问题啊，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啊，在协调，后来把它弄好了。他们早就回去日本把他弄好，所以常常跟这个人联络。后来他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宰相，所以他说我写你那个保证人，日本保证人，没个人看，我这样我不得了。那他去日本，他去留学，他那个学校是一个等于专科的，他学校的那个每一个学生出来。最少有三个雇主在争着要，所以当然这样的学校讲什么，你应该读什么，你应该什么什么，当然学生会听啊，因为他有这么好的记录哎。你毕业以后，你的那个就业的情形是不得了哎，你不必担心没有地方有工作哎，所以他说当然这个学校有权利来讲话。所以他在那边学旅馆管理的课程，也是很难的那个。后来回台湾，然后就开始发展他的这个事业。后来我们一起开那个补习班，所以他比较善于做那个管理。OK， 所以我有时候从他的口中，我听到日本学校的一个什么组织啊，我也觉得说他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参考的。可以参考的地方，没有日本学校和学生，他做的很详细。就像现在，其实我太太有时候在批评台湾的媒体，我说，他说哦，你看那个媒体都是宣传新闻、八卦什么那些，我说对啊，但是你有没有打开那个苹果日报？我说其实苹果日报，我觉得说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他很好，就是说有什么案子，比如说他有一个案子，他就说这个人在山区失踪三天，后来找到以后，然后他就半条命，然后把他救回来，然后怎么样啊，他旁边会写一个图表 ，OK， 你到山区你要带什么东西，然后你要注意什么东西，啊，这个都可以剪下来做自己的资料，他就等于说是一个生活。智慧的一个指南，我觉得这个很好。早年我一直在反映那个，像早年联合报他会说，哦，这个人在泰国做了什么事，完了他后来被泰国警察逮捕了，怎么样？那我就会打电话给那个编辑说，你登这个消息，问题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会怎么样？我问很多人，没有人知道。那我觉得你应该做这个补充呢，你要有一个教育嘛啊，我是感觉苹果日报也做到这个，当然我不喜欢他天天在瞧谁跟谁约会啊，谁跟谁那个，我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跟他讲很清楚，我说我认识很多明星，我而且跑电视台，我说我认识很多明星，他随时会约我出来。开什么宴会啊什么，或者临时参加录影或什么样？我说他怎么要求我配合，不管是收，是搭肩拍照啊，或是收牵手或是什么？我说如果在报纸上出现，我也没办法。反正你也不要认为那是什么，那全部是演戏啊。所以他说哦，我知道了。所以
我比较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我也是觉得这个是美国校园里面的那个风气，可能是没有那么多嫉妒，学生与学生比较这一方面比较开放。台湾现在教育他，你有没有发觉？你从报纸你去看这个学生，他需要很多生活教育，而学校没有给他们。他们需要一些生活教育，我怎么样活在这个社会上，对不对？我怎么样不会被骗？我怎么样处理感情问题？现在感情问题都很严重。啊，你如果看最近五年的报纸，都有那个研究所的学生，把自己的什么男女朋友给毒死了。为什么？因为说要分手。好，你要分手啊，我给你看。这样的行为，这很不好哎。其实你在想什么 ？Well, anyway， 他的人生问题不太会处理的。所以，像我们儿子在国中什么？哦，我本来喜欢那个女生，后来她不甩我，那就很难过。我太太说：“哇，我太太当然安慰她，然后来跟我讲说：‘哦，很好，对不对？’因为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未来感情的预防针。你如果没有失败呀、啊，你没有那个经验哦，啊，你什么都非常的顺利，到了后来你受不了，所以你这个也是男女交往。”我们是觉得男女本来在美国学校，男女本来就是要有一些交往。那台湾还是很多，就像我刚刚说，我儿子在五年级、六年级，爸爸妈妈就是全部就是逼着他们读书，也不要他们有什么异性朋友的来往，这样好吗？我觉得这个 maybe 不是人生的正确安排。啊，万龙，你再要回到那个课程，你到底是读一些什么？你读一些什么？叫你说，你为什么不请很多很多的雇主来？啊，雇主要的是什么？你也可以按照这来安排这个学校的课程。为什么都是所谓教育家来安排课程？所以现在你看，马政府是什么？又要增加古文。啊，你问哪一个老板，他需要古文？那你毕业以后，你要那个可以作为选择性的嘛，但是不能作为必修的、啊。所以他们这些人的头脑真的很有问题耶。你将来要看你在社会上，所以我太太就说了，她在日本，她校区是怎么样？那美国有一些这样的安排，但是可以。如果台湾我们重新做这个教育制度，我们也可以更加强这一部分。他说这个校区可能本身就是自己就是重视艺术，啊，这个校区可能就是重视历史，啊，这个文学，他是这样子，他允许他们去那个。所以如果你在建议区，啊，他是重视文学，啊，你不喜欢文学，你喜欢科学，那对不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搬家了。因为你到那个有的高中，什么也会就是很重视那个科学。那现在美国好像你看一些年轻人，包括那个台侨在美国，他们就说读什么什么电脑高中还是什么，都是非常科学化的一个，从高中一年级就一直接触到很深的电脑理论，然后他们出来在社会上几年后就已经发明什么。伟大的城什么城市转的过程，哎，那这个也是你可以学校有这样专业的安排，而不是每一个人学同样的东西，然后到时候那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可以运作在社会上。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教育哈，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要有自己的看法，甚至于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些要求。我相信美国的那个叫做什么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就是家长跟老师的那个会，他们也会对教育的内容，他也会提出见解，也会提出意见，他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走。OK， 然后你知道我们在做补习班的时候，我们认真的跑美国，接触到很多那个。
测验机构，美国很多那个测验就包括什么托福啊，包括什么 GRE 什么，那个不是政府的，那是民间机构，那是民间机构啊，它是专门在研究考试的。那学校的考试有的越来越多也包给这个测验公司啊，像台湾你看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一个考试的题目，完了他们就说哦这个题目不好，有没有？有的时候哎，有的人很自然这样的回答，但是本意是这样子，那个题目就是有点混淆不清啊， confusing 啊。那美国他把考试包给这个测验公司，这个测验公司就是每天在调查，你出题目还要教这个学生来做，试着去考，然后看有什么问题。不是老师随便想到一个问题就可以拿去给学生考的，你这个问题可能里面有误解的成分在，让你讲什么？他必须做试验，他必须请那个年纪的人来，实际上给他们考，看他们考的对不对。如果都考错了，为什么考错了？困难在哪里？你为什么不了解这个 point？ 所以他举一个例子来讲，数学来讲，他就说二乘五等于多少？那台湾可能就列出来几个选择：二乘五、十、一百、七十五，什么类似？美国不是这样做。二乘五等于多少？有标准答案，但是错误答案每一个都是有一个道理在。比如说二乘五等于七，那你选这一题哦，乘跟加你搞不清楚。所以他就告诉你，他在列出来你成绩的时候，他说你要回到课本复习第几页到第几页，他是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的考试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问，那学生如果按照这个来回去复习，效果也就加倍，而不是就是说哦我考完以后我就 over。 这个我们在搞补习班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特别是语文方面的课，我们在美国的学校，你考错那个语文你都要重敲啊，你要自己要整理起来，你都要重敲重新整理，老师以后可能会有旧题目重考的那种制度啊，就是有了新的考试也有旧的考试，不断地要给你加强你的知识。台湾我们看一个补习班，你老师花好多心血去改学生的考卷，我跟你讲，今天下课以后你去那个电梯旁边的垃圾桶堆满的考卷，看完以后哦75分，啪，啊，这个学什么，这个学什么，老师在那里花这么多时间给你改啊，你就把它当做垃圾把它丢掉。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求学精神，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光学生的问题，一定是老师教导的问题，而且对那个学术那个领域就是你的看法是来自哪里，当然是来自老师那里。就像加拿大的人在讨论，加拿大的人去讨论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还是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国民啊，他的结论是什么？到底是国民制造了政府的态度，还是政府制造了国民的这个态度？很简单嘛，你这个台桥搬到加拿大，每一个变成守法的，红绿灯就乖乖的停，斑马线乖乖的过，啊，在台湾乱闯红灯随便过马路，所以当然是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政府要领导这个各方面的风气啊。所以这个是在教育界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提问。OK， 所以我简单的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啊，就这样子，就是我们
好好好